好了，来来，别讨论，咱开始继续下边内容，继续下边来字典，字典转换不说，说个并行迭代的，就什么呢？一起循环呗，是呀，一起循环。来看一下这两个，然后这一段代码复制过来，复制粘贴。你们的凡哥是不是都是这样？复制粘贴，咔过来，多好。他自己写的代码自己挖的坑，他复制过来不管用了。不会吧？自己写的复制过来不管用了？看看那个密码，然后自己弄个中文的逗号。对。看那个上个小本，给我们那个樱桃树笔记里面多少坑？这有可能的。有可能啥吧？我有时候做笔记也是敲完之后呢，我不是去复制粘贴的那种原版，我是直接又敲上去的，手敲的。啊、嗯，好，来看这里面。这里边有 A B C D 是吧？然后呢，有一二三四是吧？我随便加一个啊，加一个 E 啊，多加一个。然后这是几个元素？一二三四五是吧？这是不是四个元素啊？我可以用这种 zip 内置了一个函数，把它里边包裹起来，然后呢进行循环。循环的时候呢，我分别给它解包。然后这是第一次，这个呢 word 也就是谁在前面？这个 E N 是不是在前面？也就是这个是吧？那也就是第一，这个是打印 A， 然后同时第一次循环啊，再打印啊一，也就是我同时对这两个对象进行了循环，这叫并行迭代，对吧？啊，并行迭代啊，右键运行一下，你看是不是 A 一 B 二 C 三 D 四？但是你会发现 E 没有出来，就是说这和它就是并行迭代会对。被迭代的这个对象呢，哪个元素循环完就停止了？哪个用完？对，哪个它是不是最短啊？它先循环完呀、啊，循环完这后边也没法迭代了，就并行嘛。嗯，是这意思吧？并行迭代，就打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包租婆要收租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很多房啊？很多租客，有五个租客，一年十二个月，我是不是每个月，咱们包租婆每个月都要去？对这些租房的人，五个人都要收租金，对，这就是并行迭代，啊、嗯，就是这样 ，OK 吧？好理解吧？啊？不理解？这个比喻不太好，比喻不太好，啊，不比喻了，反正就这样，你刚才听懂就行了，嗯，好，那现在啊，告诉你，现在呢，来，不单可以两个，还可以三个，啊、嗯。放哪个位置都行，但是这里边如果是三个，这是不是也得弄三个？你弄两个就有问题了，好吗？那再弄一个可以。弄一个你想想它是啥？元组，对吧？就元组解包嘛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对吧 ？for 是不是可以支持在这儿进行解包啊 ？A B。C， 然后打印一下 ABC， 就是多少那个人物都行啊 ，ABC， 好，这里边多少都行，一定要用 zip 去整，好吧 ？OK 吧？你看，可以吧？好，那现在回来，这是三个是吧？好，这 C， 注释一下，下面再说两个，那就是 AB。然后呢 ，in， 这个我不要了 ，a b， 之后呢，这是对吧？好，就回去了，原来的好吧，原来的，好 a 一 a 二，然后如果这个是一个的话 ，item， 也是原组吧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这不是一对一对的，哎，这一对一对，你看它最外边，你看这个 zip。是不是应该也是一个可迭代对象啊？好，它是可迭代对象，它每一个元素是不是都是这个元素啊？是吧？那这个元素是不是也是有两个呀、啊？你可想而知 ，DICD 是不是可以给它直接转换了？转换字典 ，E N N U M S， 然后放回一个第八，登上一个它，是吧？不认得 D。是不是也是一个字典？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
不单可以变成字典，这玩意儿还可以变成列表。但是他自己是一个什么对象啊？就是一个 zip 类，就是这就是告诉你没见过的。之前我是不是给你提到过？有些东西它的本身呢，它的真身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，是吧？对，就像画皮一样，不是它自己本身啊，并不是你看到的样子，看着挺美，是吧？一看出来这个好丑啊，是吧？晚上化妆，对，化妆，晚上不敢卸妆是吧？或者是就是卸妆，这很危险是吧？来，好，这个呢，刚才说了，这首先是一个 zip 对象，它呢，不单可以变成这个，也可以变成一个列表，但都是序列类型，都可以替换的，看见没有？你看这个列表是不是和我们原来这个地方是一样的，在这儿差不多这意思啊。当然也可以变成什么集合是 tuple 不是集合，对，叫什么元组，是不是又包了一层，这意思吧？哎，这序列类型都可以互相转换啊，互相转换好吗？好。嗯，元组嘛，就这里有变完之后，这都不能变了，这不可变的，我没法往里添加元素了，好吧？嗯，好，这就是并行迭代了，挺有意思的，你到时候你整一下吧，嗯，行，并行迭代，哎，这个弄完怎么没输出啊？没输出，干掉吧。对，就放这吧。然后呢，下面来说说哪些数据可以作为字典的 key， 不单单是字符串。注意 ，key 呢，通常是字符串，对吧？字符串可以好有语义嘛，有语义嘛，对吧？好，还有哪些呢？它可以是 Python 中任意不可变的类型，不可变。这个类型只要不可变就 OK。 好，比如说 true 是不是不可变的，整形的一是不是不可变， false 零，当然字符串那个对象是不是也不可变啊？好，整形的多少100 200什么都行，也就是数字呗。浮点型也不能变，也可以做段 K。 然后呢，元组是不是也可以做 K 啊？啊，当然单一元组你要写个逗号，但是你这里边写个逗号，如果作为 K 的话，你必须加个小括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逗号和那个字典那个元素之间逗号会冲突，所以你在这里必须加小括号，单一元素，好吧？然后同样多个元素肯定也得加小括号 ，OK 吧？嗯，好。现在字符串当然可以了。注意，关于字典可以在 Python 中内部其实。是一个哈希表来维护的，哈希算法，哈希是不是一种算法？哎，一种算法啊，它是维护字典中的 key 到 value 这些数据的映射关系的，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取值还是比较快的啊，所以 key 呢，既然是哈希表，就是必须可变哈希吧，啊，哈希是一种算法，可以用一个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听过，我现在听过，但是我不知道啥意思。我知道，就是不能就是逆运算。然后咱们国家有一个女的教授老厉害了，美国人老怕了。现在 MD5 那个加密那个，他可以反写，就以前号称一种那个算法不能反写，美国动什么那叫什么情局的，就是安全部门这种中心局的，他们好多东西呢都是用那种算法去算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有个女教授研究出来可以反解，就是我这个弄完 MD5 弄完之后，你拿着明文无法用算法给它反过来算它是什么明文啊，不能反解。现在它会了，现在那帮人老害怕了，但现在应该都改了，估计就前几年的事儿，知道吗？我们棒棒，我们国家老厉害了啊，是不是？
是吧？我骄傲，是吧？我骄傲。啊，好了，哈希是一个算法啊。我们来看哈希值，这有个内置的函数可以计算某个对象的哈希值。来看这个，哈希，是不是有个？好，比如说一个字符串内 H 吧，然后呢计算出来哈希值有一个变量 A1， 然后呢有一个返位值，看一下 H1， 然后运行一下，这就是一溜哈希值，好吗？你每次哈希的结果有，你看是不是都不一样啊？还不一样的哈，但是我，你怎么算的？它是自己算法。我告诉你，不一样是每次运行的不一样。如果在同一个脚本的，每次是不是都是一样的？好吧，好，现在来看还有一些哪些可哈希呢 ？print 哈希怎么算的？它是一个哈希算法，我也不会啊。你想研究，你算法多了很，你可以去算一下。我要就给你搜一下吧，我给你链接发给你。啊，真的，你研究出来之后是。给我们讲一下啊，比如说一，下辈咱们就给你讲一，哎，注意看了啊，一永远是一是吧？不变，数字的永远不变。然后比如说它，是100，100，这个哈希是不是整数都不变啊？对。然后呢，这个点一，好，哎，这个是就不一样了，多不是它本身了。好，注意还有哈希，哈希，哈希。我们说，我们的元组是不是可以当什么呀？哦，对，处。你看哈希值老厉害了，哎，没有打印。它的哈希值，你想，你猜是多少？一。哇，好聪明，真的是一，好吧？哈希。你这就知道了，哈希零和 false 是不是一样的？哎，你也能猜对，太棒了。然后不是，好，下面哈希什么一个 ？No， 一个，这叫元组是吧？好，是不是能背哈希的？所以说它能不能作为字典 K 啊？可以的，对吧？然后那你弄一个列表能不能行呢？就报错了啊。去哪儿了？跑上面了。我说呢，就是不被哈希的类型，对吧？这个 list 是不被哈希的啊，这些是可变的，都不能被哈希，好吧？就是跟你说一点。好了，现在来下面说，这是 K。和并行迭代，截一个小视频吧。下面是比较重要的啊，你必须都得会的。